林轩，你越是这样我越是喜欢你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找李星云啊？李星云和你相比，当然你更重要。我并不是为了龙泉才靠近你的，如果你要我在龙泉和你之间做个选择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。谁要你做选择了？我不管我师哥他以后会不会去通粉馆，你都不能逼他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原谅你的。一辈子都不原谅我？那就是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了。